孝道，中国教育的根，中华圣学，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教导小朋友乃至见大人伦常之道，从这里教起。他真是从小就扎根，一直叫容易，现在更没有了，他也没见过。所以这个事情老师要表演给学生看，现在学生经常动手就打老师，这不得了啊。中国这个教育的根就是孝悌忠信，有这四个根本很容易教。我们这个年龄受过这个教，我们的父母配合老师，你做坏事你不也会处分老师，在学校罚跪惩罚，回去父母还要责备一番。学生深深印在心板上，不愿意犯错，所以他根深蒂固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中华儿女的儿孙都是从这个教育教出来。好，老师看到都欢喜。小孩要细心给他详细的说明，这是老祖宗的教育。我们的学校，不管是不是我学校的老师，也不管他有没有上我的课，只要他讲这一套圣贤根据根，我们就要干这一套。那天上课，这边在讲解，在表演，希望他能接受。老师跟学生也配套，你看这学生回家对父母恭恭敬敬，不是三句顶礼三拜，慢慢成习惯了，学会就改造。我们老了，我们没有了传统文化，就没有传承，没有了在我的心起了很难难呐、啊，我们现在把它翻起来了，八分的呢。我们底下这一代复兴起来要十分的，就是他们有实际的困难，又没有办法向父母低头。我们要说明，要道歉。我们上一代疏忽，下一代吃苦，教学要认真。老师长要做师长，你看老文主也要把好老师样子做出来，真正让人佩服，这个头磕下去不是随便磕个头，恭恭敬敬、至诚恳切的道歉，我真错了，
我们坐着还能挽救，在五十年之后再就比现在难多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这代要赶快走，不做做学生都没榜样，不但没有看见过，听也没听说，所以我们有很大的责任，做榜样，给老师看，给同学看。学生真正明白这样做，才能把学生教好。他没有看到榜样，他不相信。同生极乐。